且在宰着厂门这么多年了，你算找着对手了。雅一，我干了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。我没有。大弟这事不对劲。我也找不对劲。他怎么一直跟你喝酒？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他别有用心。什么心？他想带我走。你他妈拉倒吧你！既然他有心，那我就陪他演。雅一，你怎么这么骂小雅一？你还没看中呢，你怎么就喝上酒了？有没有我还不到吗？多嘴了，我再耍一个老弟。不喝酒，我什么酒量，我自个儿心里没数吗？不喝了，我这哥明天还有培训课没上，还有课呢啊！哎呀，不上了，今天咱就喝。咋不上了呢？没钱交学费了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你整这出你真洒脱，那他妈课都不上了。谁到了呢？你没钱，你信我的，你上抖音钱包里这个放心借，打开抖音点击我钱包，点放心借，激活额度，按照要求申请，最高额度能领20万，等你工资到账，你还上就 OK 了。车的问题是不是咱解决了？是吧？哎，我还有个问题要解决。哥哥，我喝多了，你要带我回家吗？哥们，你疯了。全场都就能玩过你，哥们，你要这么唠，我现在就不是董事长了，我是你董姐。咱们来把大的，风风火火来呗。哎呀，你二呀，雅一。哈！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！嘿嘿嘿哟嘿！